坐起下楼却迷路了。完了，我找电梯，这是哪儿呀？我感觉我此刻有点慌张。哎呦，好恐怖啊！不行，我先上去。太黑了，一个人都没有，还冷。哎呀，好傻啊！这明明是一楼，但为什么会这样？唉，绝了！靠在这里。你们害怕吗？遇到这种情况，我真的现在害怕极了。太恐怖了！这个地方，这个酒店真的大。电话留了吧。下车，你们先下来。顺香园。我觉得今天晚上的事情真的太多了，太精彩了。一会儿在电梯里面又找不到路，然后走错，把自己吓得半死，然后出来了以后呢，我们是出来了以后呢，我们又是找的当地人开了一个商务车把我们拉下山来，所以呢这个地方才有吃的，找了一家柴火鸡。然后今天呢有老肥哥，然后还有鹿哥、新南哥，还有一些其他作者，我们一起就在这里吃个饭。黄汤汤明天呢要去九寨沟的景区里面了，带大家去看一看我们大四川最美丽的景区的一些风景。太阳太阳，快进来，这鸡排是秃子吧？柴火鸡一起看，可以。来来来，坐吧。怎么样？鸡排条吗？这真正加柴火的哈。没事，我们是读视频的，西瓜视频的。哦。哎，真的吗？台州白吗？啊，台州。他们也是啊，好多常州这个。一下子九寨沟就热闹起来了。好看是吧？川菜就这样子的，看了就有食欲。新南哥，哇，老肥哥，老肥哥吃过没有？这个柴火鸡没有，没有啊，第一次吃啊。没吃过，吃过吗？哪吃过没？没吃过吧？没吃过吗？这种四川的，算是四川的那个当地的小吃吧。拍照又不收费。这个馍是最好吃的，带胶，带胶是吧？对，这个叫柴火鸡，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吃货，一般去每个地方就是除了吃货就是对，这个就是锅边馍，像应该是玉米粉做的，特别好吃。你看这小姐姐好好看，真好看。你是什么族啊？你是真的少数民族吗？我是侗族的。侗族啊，对，好看耶，好看好看。你看一下，我们今天吃那个柴火鸡，还有一个新朋友湘西十三妹，有没有哥哥认识的？应该很多吧，好好看。你看这个民族服饰好好看。之前去那个贵州的时候，我也看过侗族的。其实你们和苗族那个东西挺像的啊，差不多，都是银饰戴着，银饰很漂亮，很好看。今天看一下，都在这儿。这是成都人的喝法吗？这个是不同的酒，要这个。真的今天打破了我的三观。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哇塞！今天晚上我们就好好的喝。我用我洗杯的喝，用我送老杯的喝，用我玻璃杯喝过，就是没有我太恐怖了。这个做封面可以。怎么了？做封面可以是吧？对。你别打破我的三观了。太绝了，太绝了。就带狠了。这秦楠很会喝酒呀，我跟你说。看一下这个酒精啊。青花冷配红花冷。青花冷配红花冷。这个是一人拿一个勺子，一人舀一个勺子来啊。来，抖一抖就还有。来，把它酒香味。对对对。一般的酒稍微醒一醒，这不是老酒，一定要稍微醒一醒。白酒也要醒一醒，因为它两个酒是有点不同。对，香味不一样。下单好了。老肥哥今天给我们亲自打酒。哎呀，那就舍命陪君子，这么多。但是我还是必须要喝这个，喝白的，喝唯一。来喝一个，喝一个，喝一个。不能干吗？不干。你一口就来，那我们先说个词吧。预祝不是不能预祝，已经恭贺，知道吗？嗯，对，宋楠，哎，祝贺一下老肥嘛，拿下。祝贺秦楠，祝贺秦楠。我是七品组的，知道吗？感谢秦楠啊，感谢秦楠。那讲别的，有大餐。好嘞好嘞，七品组的，我是七品组的。开始吃了。嗯，太行了。好吃吗，陆哥？哎，好吃好吃。
挺入味的哈，这个。入味，慢慢吃，我们把它。不是，你把我吃东西这么收进行录下来，没关系。好的。刚刚。主要是饿了。嗯，我知道邢南哥，刚刚那个，我问邢南哥和老肥哥还有陆哥他们，我说白酒要怎么喝，他们就教我说喝一口。对。这样吗？对对对。哎呀，我觉得我好寡哦，就是喝一口要吐一口气，就是好傻的意思，好瓜，我就说我好傻，吐一口气把那个酒精挥发出去，对吧，然后就不辣了。所以生活就是什么，很多时候得有仪式感的，对，仪式感我还给你添了，入乡随俗。现在吃完了都在拍，喂，等一下，我录个结尾吧，就回去了。嗯，录个结尾。